干嘛干嘛？谁叫你下岗的？啊，老板，我不知道我们这边下岗就要收费啊。我给你送钱来的，你还不乐意啊？你真的这么暴躁干嘛？那本来我们钓场有钓场的规矩啊。什么规矩啊？你怎么收费啊？你不要被鱼拉下去，这个鱼很大。你净吹牛，我还没有见哪条鱼能把我拉下去呢，哪有这么大的？试一下，我们这里面鱼很大，都是100多斤的大龙胆了。100多斤？是啊。那你怎么收费的？我1000块钱一小时。一个小时啊？对。回鱼呢？回鱼一条600，如果钓60斤以上的免票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来，转给你。这可以啊，不能扯皮的啊，一会儿。啊，不会，你放心了。可以，来。转过去了啊！哦，还有我给你讲一下钓场的规矩啊，只能用5米4的，不断杆不断线才算哈。5米4啊！我在哪钓鱼，最低都7米2，5米4怎么能钓上来？那我这边就是我说了算，我说5米4就5米4，看你要不要玩，不玩可以走。我都交牌了，肯定要玩啊！好，那你玩要注意啊，不要被他拉下去啊。不可能拉不下去。好，那你玩注意安全啊。行，那一会儿见啊，老板。啊。第一次听说让用5米4来钓龙趸的，这不为难人吗？但是咱们票也交了，我们去换根短杆试一试吧。这么大的钩子来钓这里面的大龙趸，挂个冰鲜鱼，我们先抛一杆试一试有没有口。走，你往回带一点，可不能让它直接给我拖水里去。来看好我们的浮漂。在呢，钓鱼呢。哎，你也在这儿啊？我顺道过来拿快递。哦，上次在你视频左下角游戏里能领苹果14嘛？啊，然后呢，开始我还不信，结果还真给我发来了。你太慢了，星星早就都领到苹果14了，刚才跟我炫耀还领了一台华为 Mate 50呢。为啥我左下角只能领苹果14，没有看见还有华为啊？你下的是之前的链接吧？现在左下角游戏升级了，你看注册上线就能看到苹果华为领取界面，上线完成个任务就能领取。你看这是官方给我的发货名单，一会儿我就给我左下角领取的粉丝们去发货了。哦，还真有啊，快教我咋领的。你就点这条视频左下角链接，下载后注册上线，进去跟着教程走任务，没一会儿就搞定了，直接填地址就送货上门了。我这左下角链接拿个华为苹果都很轻松的。好，我这就去下一个。好的，你去吧。来，有口有口，等它黑天我们再打它。哎，3、2、1，打你，终于来了，小老弟，哇哇哇！天哪！什么玩意儿？哪里跑？我天哪！好恐怖啊！哇塞！上来！我第一次用5米4来钓这个大龙趸呢！天哪！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！我好怕爆竿扎到我的手，我也好怕这个鱼把我拉河里去。天哪！回来！回来回来，上来呀你！天哪！啊，不要再发力了，赶紧上来！别发力了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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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发力了！我的天哪！哎，赶快上来好不好？这鱼不听话呀，怎么？哎哎哎哎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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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上来呀，兄弟！我们现在往后面退，把它直接拽上来。再来一口，现在它在中层，马上出来了。哇塞哇塞，出来了，大哥帮我抄一下，这盆大口啊，这是，我的天哪，我没想到能有5米4来钓上来大龙趸，我现在老激动了，大哥帮我抄一下快，抄头抄头啊，抄到了告诉我，哇，抬不动，哎呀哎呀，我好胖的胖宝宝啊，1、2、3来，是不是正合？哈哈哈，这么大的钩子你都吃啊，兄弟们，哇塞，大不大这个大宝宝，太棒了，第一条啊，老板，一会儿告诉老板啊，继续玩这一条。哎，娜娜，你这爪脚可真快，这才刚上线一会儿就完成任务了，这华为 Mate 5立马就给我发货了。我的天，我是四姐发货了。对啊，那当然了，从我爪脚链接下来的都优先发货，快得很呢。太开心，那我去钓鱼了。是的，再来一杆。走你，哎，来快来快来来口了，走你啊，大哥呢，哇，小样，我还能不上来你，哇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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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给我上来！我这暴脾气，我塞！啊，天哪！变大力了是吗？大哥，大哥，哎，大哥回来！我跟我拔河，你来过来！我的天哪！啊，上来你！小燕还想跟我拔河？想当年我把爷爷都叫上来过，我还怕你呢？来呛一口，让我看看你的样子。哎，哇，超鱼，快，超到了吗？1、2、3，我去，哇，好大呀这一条，哇，看到没，大石斑，哎呀，扎我手了。在那个地方5米4的可以帮这么大的能干啥？我就说可以吧，老板。哎，小卡拉米啊，我这里面还有大的呢。什么小卡拉米？这还不够大？那才50-60斤啊，我里面有100多斤呢。还有100多斤呢？好，你给我等着。干啥了？我先。行，600啊，先给我记着。哎，好，我能不能给他抱起来？哇，行不行，兄弟们？哈，看，大不大？成功，又一条。加油，我要钓更大的，我要挑战更大的。这鱼也没这么大劲儿啊，还能把我拉下去，不可能的。再来一个，来啦！天哪！哇！不要再回来！这太猛了！哇塞，这么大劲吗？你再发力啊！我天哪，这鱼是这么猛的吗？吓死宝宝了！我5米4钓这个我还是第一次，快上来呀！哇！七！天哪，这太过瘾了吧！九文，你行不行啊？厉害厉害！别以为你增加难度我就钓不上来你这个鱼，你说的啊！超过60斤给我退票啊！要不你直接给我退票得了，这鱼一看就很大力气，行不行？啊、直接退票行不行？不止60斤，来，让我们看看它到底有多大。来，也断不了，就这小卡米，哇塞，好大呀这条鱼！天哪，哇，好胖呀这条，哇，好胖呀这条。我的妈呀，5米4，看上一条这么大的来，真的有？这五十九斤半，可能60斤没有。啊、信你个鬼，绝对有60斤。没有。要不要称一下？哎呀，绝对没有。你有没有称？不要称了，没有，算59斤。算59斤半，那差的可不一样啊。本身就这样子。什么本身就这样？别跟我捣乱你，快点先拿出来，我看看它。哦妈呀！淡定淡定，你凶。那这样，咱让旁边大哥说多少斤，行不行？大哥。我说这条鱼有60斤，老板说59斤，你差不多多少斤？六十几斤？有这么大吗？有，这条有。小数不啰嗦，免票吗？好，免票，免票，好。兄弟们，行不行？这一条，算不算？有没有60斤？你们说了算。好，老板放哪里？真的有60斤。哇，把蛋成功！真没想到5米4的还能给他干上来，没想到我真把60斤的给搞上来了，我自己都不相信呢。走，我们去找老板回鱼，他说的免票，谁这还算不算数？走，哎，干嘛去？老板回鱼。哎，你自己说的啊，钓到60斤以上的免票，还有2条，600一条，给我转2票。啊，你运气真好，真的被你干60多斤了，我们100多斤的你干不上来。啊？好，收到了，他100多斤的。对呀、啊。你净吹牛，你听见？没有啊，你如果是明天来帮我100多斤的干上来，敢不敢玩一场大的？什么？如果你抱着100多斤鱼干上来，我的糖都是你的了。此话当真？绝对的。如果干不上来呢？哦，视频为证啊。哦，干不上来要在我这边当一个月的秘书。秘书？对。我看你长得丑，玩的花，想的还挺美。哎呦我的妈！完了。
来，完了，明天不见不散。不见不散，等你。好、啊。啊